欢迎收看3月27号的《挖靠美国 COVID-19 疫情速报》，整合世界新消息，快递送达不漏接，最及时的新冠肺炎情报，记得要赶快关注我们。首先，马上带大家看到第一则头条消息：全加州的 DMV 从3月27号起会暂停所有的业务。为了这个 DMV 的员工安全着想呢 ，DMV 会在3月27号关闭全加州176间的这个实体的办公室来进行消毒工作。3月27号到31号之间呢，所有 DMV 的员工他们都会有这个带薪休假的部分。那在4月1号呢，就会回归正常的上班，来处理一些线上的业务。他们暂时呢还是不会开放现场让民众进去办事。那所有的像是 license 或是registration renewal 这种的话呢，都可以在网络上申请。原本是要求大家在今年10月要来更换 Real ID 的部分，即将会延到2021年的10月1号。再过来看到 Target 会在未来3周停止消费者进行退换货，他们想要减低这个货物退换前呢，可能会与一些新冠肺炎的患者，这个潜伏期的患者来接触，然后退换以后呢，可能又再次接触到 Target 里面的员工。于是呢，他们决定在未来3周以内实施这个政策。大家当然还是可以去消费的，只是呢，在结账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暂时禁止消费者使用自己的重复的购物袋，店里他们会提供纸质或是塑胶的购物袋来取而代之。另外呢，之前 Target 他们都是开到晚上11、12点，那现在已经全面改成晚上9点就会关店，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存放货物或是进行全面的消毒。再过来带大家看到的是呢，少年没有保险在转诊中死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前两天我们有跟大家提到的，在 Lancaster 出现的第一名18岁以下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青少年。那 Lancaster 市长他后来有针对这件事情来做出更详细的说明，他说呢，在3月25号那天，这名青少年呢，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然后呢就去了当地的一间急诊的诊所，可是因为他没有保险，所以这间诊所呢就推荐他到公立的这个 Antelope Valley 的医院。但是呢，他在去这个医院的途中呢，心脏就突然停了。那到达医院以后，经过6小时的抢救，依然是宣告不治。针对这个事情呢，现在就出现了两派的说法。有一派是觉得说没有买保险，然后可能因为不想要负担这个巨大医疗的费用而延误了去就医的时间。那另外一派呢，则是觉得说美国的医疗体制在保险的部分还做得不够完整，因为这个 urgent clinic 如果不是因为保险的问题来拒绝收治他的话呢，可能还会有转圜的余地。那开始的市长当然也发表了，他觉得就是无论有没有保险，大家都是必须要非常重视这次的疫情，有相关的发烧、呼吸不顺等症状呢，都还是要及时的来就医。不知道大家对这则新闻的看法是怎么样？当然，我觉得跟整体医疗体制的完善度也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之后也会继续追踪，为大家做更深入的探讨。LA 这几天呢，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地方传出确诊的，例如说这个 UCLA 的员工在3月26号的时候确诊，成为 UCLA 的第5例的新冠肺炎的患者。LAPD 也新增了警员来确诊，总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15人。在 Orange County Jail 监狱里面，昨天也新增了2名囚犯感染新冠肺炎，那总共是有3名囚犯确诊。再过来，我们看到呢，医疗舰队抵达洛杉矶了。这个南加州的海军补给医疗舰 USNS Mercy， 那这艘舰艇呢，它专门是来治疗非新冠肺炎的病人。船上呢，总共有1000张病床、12个手术室以及800多名这个海军的医护人员。不只是提供多种治疗而已呢，还有这种成人重症的监护，就可以为当地的医院来腾出更多的病床空间来去治疗那些新冠肺炎的患者。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呢，加州的患者可能会激增数倍，而且呢，全加州可能需要50000张病床。最后带大家看到一个比较轻松的消息，那在大家居家隔离的期间，情趣玩具的销售额
暴涨吗？是不是因为大家在家隔离的期间，这个寂寞难耐欲火焚身呢？情趣用品网站 Adam and Eve 他们说，在过去一周内的销售额暴增 30%。 Adam and Eve 的发言人他说呢，供情侣使用的情趣用品呢，也是在销售的榜首。看来呢，大家在家里隔离的期间呢，在爱情的领域里面也是探索出一番新世界。周末两天即将要来临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认真的待在家里，遵守好这个 safer at home 的规则。如果真的家里没东西吃的，会需要去超市添购一些民生必需品的话呢，记得还是要戴好口罩，或者是我上个礼拜去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有人戴着护目镜跟手套了。那也还是要好好练习 social distance， 就是约2公尺的部分。大家在家里如果有追了什么好看的剧，或是做了什么好吃的菜，也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交流，不然我们家的小编已经快要闷到发慌了。以上就是今天的 Walk Out COVID-19 美国疫情速报，整合世界新消息，快递送达不漏接，最及时的新冠肺炎消息，记得要赶快关注我们，我们就下次见，拜拜。